好，6月19號嘅啤利晚報啊，619啊，咁啊，其實咧一去到每年呢啲咁日，即係呢啲咁嘅時間咧，即係啊，差唔多日日每一個日子讀出嚟，你都會有啲記憶嘅。嗯，係嘛？即係因為實在係太過。雖然你話遲啲過10年20年啲人誒，即係唔知下唔使過10年20年，下一代。下一代唔記得㗎啦。不過當然下一代啊，你政府如果近排一樣有佢敏感日子，啊，即係你會製造以前我哋就即係文革，即係8964，咁啊依家即係你會製造以前我哋就即係文革，即係8964，即係你會製造以前我哋就即係文革，即係我哋就即係文革，即係8964，我哋就即係文革，即係八九。